小心开车啊！快点回去吧，别感冒了。快！哎，啊！如果路上危险的话，你快回来啊！好的，我知道，你回去吧。 找谁呀？哦，这个孩子的妈妈死了，临死之前呢，托我带他到江北来，交给他爸。你们找错人了，这里没有他爸爸。我妈跟我说他是我爸。 秀妍，你老是告诉我，你在外面是不是还有个女儿？女儿？我哪来的女儿？人家把她带上门来了，说她妈妈去世，要我们照顾她呢。哎，秀妍，秀妍，秀妍，你怎么了？我要生了！秀妍，秀。
才能看病啊？我知道，我现在打电话催人把钱拿来，要是没钱的话，我们怎么进去看病啊？啊？千万别走开，我马上回来啊！
站住！快快站住！站住！是啊，有点堵车，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还行。怎么样？拍摄还顺利吧？放心吧，很顺利。我们那位女一号方子怡心情怎么样？还好吗？都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
海滨城市故地重游，有什么感想？都这么多年了，对那段往事还那么耿耿于怀？耿耿于怀。我想这四个字用在你身上的话，应该说更准确吧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跟骑兵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很累，我真的很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跟你解释。未知，我们离婚吧。你个无赖，你骗了我的钱就走了，王八蛋！你小子知道那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吗？那是给豆豆看病的钱，你让我怎么给你一家三口交代啊？啊！秀妍会杀了我的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？包大同，你别让我再看见你，我跟你拼命！如果是因为那个方子义，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离婚的。我根本从来就没有把他当回事，他只是我用来提醒你的工具，让你不要忘了被人背叛是什么滋味。当初你这么不信任我，为什么还要娶我？你说你爱我都是假的。我曾经爱过你，我请你不要侮辱我对你的爱。松平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就是为了要报复吗？可是谁也不能不交钱就拿药啊！我有钱，我只是今天忘了带。我明天一定会给你的，你先给我药行吗？先交钱后拿药这是规定。喂，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弟弟要是死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别，说什么呢？下一个吧。麻烦你吧。有，我先把我手表给你。我只要一天分量的药，我明天就交给你钱好吗？真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怎么这样子啊，死板！
哪了？没看我这正忙着呢。说话呢啊！没事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让一下，谢谢，对不起。你过来，过来。哎，我问你，我问你的事情，你要老实跟我说。好。最近江浩然为什么整天魂不守舍的？他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我也觉得最近他有点怪怪的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包大同吧。浩然会不会让包大同给骗了？包大同？我从一开始见到包大同，我就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。浩然不知道为什么鬼迷心窍的要和他做生意，他还说他要飞黄腾达了，他终于可以报答你了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次我完蛋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要这样。停！贾谊，跑得太难看了，方子毅打了全巴掌，回员外再来一次。哎，跟部门注意啊！再来一次。姐，姐，怎么回事？拍的那么急？子杰，拍的挺好的，你导演不行。啊，你等会儿。再来一次。哎，秦老板，秦太太，你们来了。好，导演你好，辛苦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王导，您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各位辛苦了。各位辛苦了。老板辛苦，老板辛苦。今天晚上我跟松平请各位吃饭，大家都要到啊。哦哦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谢谢老板。那个女演员方子一，你就不用去了，回家好好看看剧本。站在那干嘛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再来一次。各位，晚上见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老板。咱们来得继续开工啊！来，把东西拿过来啊！好，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啊，哎，还好，还好。说这话吗？我说错了吗？有些东西你不懂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谁叫你说这话了？不喜欢的话，为什么不赶他走？宋平，宋平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，宋平，你说话呀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离婚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正在跟他谈。谈谈谈，都谈了那么久了，你们有什么进展呀？这次倒好，他居然还跟来了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我脸色看，哼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宋平，你倒是说话呀。走了。宋平，你别生气吗？宋平，我是因为爱你我才这样的。我每次看到你跟他在一起，我就真的很不舒服，我好想杀了他。子怡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我跟他之间没有感情，离婚是早晚的事，但我不想去伤害他，而且你也不能伤害他。你要学会等待。我都等了那么久了，难道你要我像他那么老了你再娶我啊？我不想再等了，我等不了了。
松平，骗我的钱，那全都是豆豆的医药费啊！看我找到你，一定打死你！一块五啊，人家那边一块。离婚的事我不是开玩笑的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豆豆，豆豆，妈，干嘛？帮我拿出去吧，小心点烫啊！好。秀妍，需要帮忙吗？少来这一套，滚出我家！秀妍，你现在让我滚出去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好好谈谈。谈？谈什么？秀妍，好谈的。谈什么？秀妍，秀妍，还要谈什么？还要谈什么？你却相信一个骗子，你却相信那个包大同啊！骗子头上没刻俩字骗子，我怎么知道吧？我这辈子想为家里多挣点钱嘛。你还顶嘴？小声点。
吵到爱人做作业了。我做完了，你们继续。安然，你看你的脾气比我都大。我女儿怎么了？她也知道你欠揍啊。秀妍，你不要再打打杀杀的了好吗？你现在把我赶出去，钱也是还不了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方法来解决。用理性的方法是不是？是。好，就用理性的方法。安然，拿笔拿纸。写欠条，你欠我3000块钱，五分利。如果你可以还的话，我可以放过你；还不了的话呢，你就永远在我们家当免费的苦工。秀妍，不是，我们好歹都是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的，你居然对我放高利贷，五分利，你太狠了！你自找的。我也是想为这个家多挣点钱而已嘛。闭嘴！要不你就写欠条，要么就给我滚出去。妈，别吵了。你还跟他说什么？赶他走就是了。安然，你这孩子太没良心了，真的，你跟比你妈都狠。他不是我妈。孩子都有饭吃，不止今天，以后你都只喝粥。秀妍，秀妍，我干的是力气活，我要是没力气干活，我怎么挣钱？我要不挣钱，我怎么还你钱吗？你现在就把钱给我，我就煮鲍鱼鱼翅给你。哎呀，你知道我现在没钱吗？没钱就喝粥。你病了，你多吃点。叫，好不好玩，豆豆？叫，干嘛呢？让我再玩一会儿嘛。不玩了，你看都什么时候了？你看你，现在全身都是汗。叔叔晚安。晚安。走了啊，秀妍。我人有的时候总会糊涂嘛。我看你啊，没有不糊涂的时候。我也只不过是想。睡觉吧。秀妍吗？啊，我们现在需要按摩师，在锦江酒店128。现在这个时候要做按摩啊？对啊。要加钱呢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我现在就过来，再见。太太，晚上好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来得这么快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早到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正好，我先换件衣服。啊，哎，让我关，让我关。哦，麻烦你叫服务员把它收一下，扔掉好了。
呀，这些食物都没有碰过的，丢掉很浪费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可不可以把它们打包拿走啊？啊、哦，可以啊，你收起来吧。谢谢谢谢，这么大方的太太啊，浪费是罪的。我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。喂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我问你是谁？你又是谁啊？我的脸在这儿，不是在这儿。喂，梅枝，我在你那换衣服，你不会想偷看吧？啊？怎么了？又有人想偷看你换？我是过来换衣服的，换完衣服我就走。你们认识啊？他在这干嘛？我叫的按摩师。你注意点。外面记者很多，不要让他们抓到什么丑闻。早晚的事而已，早一天知道和晚一天知道没有什么区别。宁杰，哼，还没休息啊？啊，梅枝在做按摩。没事没事。嗯，你什么时候敢跟人家比游泳了？自从那次骑兵救了我之后，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学好游泳。是不是我离开京城去留学那段时间？没错，那时候骑兵他整天待在我家里，我们俩有空的时候呢，除了游泳之外就是爬山。回想那个时候真的很轻松很开心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呢，我去香港那边接奶奶回来，处理遗产的事情，一待就是10个月。10个月之后，唉，一切都物是人非了。有时候我真的好想能够重新回到从前的日子。宋平，虽然这些年我不在，很多事情我也不清楚，可是我现在回来跟你们共事，我特别不愿意看到你跟美芝目前的情况。以前美芝、骑兵，我跟你，我们都是发小，我觉得就算有天大的错误，你也应该原谅他们。一个是和你订婚的女人，一个是你的好朋友。如果换成你，你会原谅他们吗？我觉得这一切可能是个误会，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，还有可能是误会。宋平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我不想再谈了，无所谓了。啊，游泳吧。奇怪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安然。过来，干嘛？别急着回去，出来啊！出来了，聊聊天不行啊？来，聊什么？好久都没聊天了。哇，你是不是在等我回来啊？哪有，我睡不着觉，出来凉快凉快而已。怎么样啊？今天学校过得怎么样？你是想问我今天有没有逃学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没有。你干嘛整天这种态度对我呢？还有啊，你一直都不肯喊我妈，为什么？你不喜欢的话可以把我送走。我答应过你爸爸会照顾你的，所以尽管你
你对我态度再差，我也不会把你送走的。聊完了没有啊？我去睡觉。安然，干嘛？我知道你关心我的。谁关心你了？安然，哎呀，又干嘛？妈妈爱你啊。少肉麻了，恶不恶心？